我抵挡不住，真的。我其实是被打崩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正常输的，我是被打崩的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输不可怕，知道吧？可怕的是被打崩。吴子辉这个逼真是畜生，真的，那真是哐哐一顿揍，关键我也没办法。大家好，来欣赏一个霸王打这个灰灰的对局啊。灰灰的打法给人一种比较刻板、一板一眼的感觉啊。这两局也是打得还可以啊，木鸭都秀起来了啊。看看这一波怎么来秀的啊。丢这波，哎，抢不过，好，我踢中。不太妙，漂亮，精准的鞭法。这下要小心抓吗？哎呀，果然过了跳抓，鬼步正拳三个葵花，贴脸发波呀。那这个贴脸发波的话，而且是前冲的话呢，它是讲究一个时机还有手法的。你贴脸前冲过去的话，摇杆回中，不然的话你发波可能会变成升龙啊。刚，完犊子别打晕，好好防。哎呦，这下重拳有抢的话，霸王又打晕了呀。好，破防打晕 ，nice 啊，太凶残了。抓不出来，好，CD再发波，哦吼，不会又包晕吧？好，差一脚，刚好又打晕，先给一波九，这把是直接穿了一波三哈，节目效果不错，说好的木鸭技呢？点赞直接看，好，下一回合倒地。这波很明显就是刚才想要发波升龙了，哦呀，压到破防，这怎么玩？落地，落地，这个距离你还真不能抢啊！你如果防的话，他可能只是一个重拳，但是你抢的话就变成了重拳啊，又可以抓，又可以接葵花。完了，下盘疯了，六个波，哎呦！哦呦，反跳可以啊哈！反跳百合折，然后站 A 接重拳白光，牛皮啊，还行哦，木鸭都玩起来了。如果是反小跳，那就更帅了哈，它只是一个直跳啊。百合折，哦呦，百合折再来。完犊子！哎呀，没了没了，霸王真惨呐！给霸王点点赞吧啊，安慰一下。好，关注谢谢，不会走掉。